哎，今天过年啊，今天就过年啦，今天晚上就是除夕夜了。那明天真正的过年吗？嗯，明天是大年初一。叫什么字？啊？什么字？什么相更？万象更新。万象更新。你要对准那个，移过去，转过去，转，你要压住。然后把它拉起来，是不是？压住转，往这边转。天气太热了，穿短袖过年了。今天大年三十，搞个猪肚煲汤。把鸡塞到肚子里面去，猪肚哦，不是自己肚子里面哦。这个猪肚不是很大，慢慢塞。把口用牙签封起来。准备砂锅，把猪骨鸡放进去，加几块姜片、红枣和发起参，再加上适量的清水，盖上锅盖，由大火烧开，烧开后转小火煲两个钟。这就是我们的压岁钱，十块十块的，心意。小时候在路边玩，拿个红镂空的放在路边，就旁边走过的时候看，这红包下来玩，拿下来捡，结果我们看到他表情就很好笑。小时候我们这样的玩。明明可以穿新鞋子，太高兴了，还可以穿裙子。就喜欢穿裙子，对不对？
要跟人家说什么呀？新年好，知道吗？二十恭喜发财。对了。红包拿来。好，时间差不多了。啊，浓浓的汤汁，现在加点枸杞，加适量的盐。奶白奶白的。关火装出来吃年夜饭了。用刀把它划开。我们要准备吃年夜饭了，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了。祝大家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，我们2020年再见。